我们陪了很多女孩长大，陪她们成名，往回看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说挺有意义的。这一集我们找了几个在这个时代就所有的人都会面对的这种问题，我们就是想好好的一起去探寻一下关于生活是什么，关于爱是什么，关于自我是什么。我肯定是一个不好看的人，是那种看了就会让人不舒服的。我虽然知道自己实在，但是我也对自己颜值的不足吧感觉到遗憾。今天有并不代表明天的，我会觉得随时是去的。他们说人满了要把我换掉，没有东西找我，真的吗？有了孩子之后，所有人都在问你，你的变化是什么？没有人接受你没有变化。我随时可能都会被替换掉，归根结底还是我不太自信。你是不觉得他们是错的，你只会觉得我长得不对。你想到过放弃吗？有想过。今天龚静娇的表现不是一个正常状态。为喜宝上的人，我觉得为什么最终出来的都是这样？我觉得我不要演戏了。我要努力，我要让他们重视我。我想重新介绍我自己。出手！一二三！我想要做一些自己可以骄傲的事情。如果一个人你的灵魂和身体可以是自由自在，那你一定是一个幸福人。现在我就已经有自己的标准了。你不觉得我一定要向某一个标准靠拢才可以吗？